餐遇到大姨妈来捣乱，临场飙演技惊险逃离。漂亮的 lounge， 我们在那边喝个咖啡，突然觉得不太一股暖流。对，我就这样，对啊，最近好累哦，不小心啊。很急，拿着纸巾先。那个演技要自然不然。对，要很自然。要，然后我就这样走了，我就去洗手间，然后去处理。所以咖啡变成替死鬼。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